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网校，我是卢毅。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讲解的是素描男青年头像。五官的刻画，发型的表现，尤其是五官中的鼻子的表现，还有就是整个的这种衣服肩的厚度和体量等。第二个阶段呢，就要进入到了这个静物的写生。好啊，我们继续回来画我们的素描静物写生啊。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大的这个起稿呢，关系和定位呢，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现在呢，我们这个步骤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是涂大的黑白灰啊，明暗关系。那么大的黑白灰呢，我希望大家在构图的时候有一个设想啊，设想。我在这个构图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设想，我想把这个画面的主体物啊处理成一个深灰或者是黑色啊，背景呢是个浅灰，然后呢这个桌面呢可以处理成一个白色，所以呢就会成为一种叫这个黑白和灰的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呢先从最重的颜色开始画，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主体物的这种固有的颜色以及投影的颜色呢先加重啊，用一些相对来说软一点的笔啊进行一个这个颜色的一个表现啊。画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用比较轻松的用笔。还有有些同学说，老师，那你这是这个鞋带是不是没有画呀？啊，我说不用着急啊。这个鞋带的这种表现呢，和这个最后的这个深入刻画呢，我可以处理成同步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时间和效率来讲的话会有提高啊。画面所谓的整体呢，也是所有的这种颜色啊，相似的颜色要一样一起去画啊，一起去画。所以呢，围绕着这个画面的亮部、暗部，我们先把它拉开啊，拉开这个画面的亮部和暗部啊。所以大家看我现在的画呢，画面呢，你感觉相对来说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就是很简的几个层次，啊，有一个重色层次，然后呢，然后这边的话，慢慢的处理出灰色的层次，啊。所以这种思路的话呢，很本质啊，但是呢，它也很有效，很有效。这个鞋呢，固有的颜色呢，也有一个处理。
那么在处理这个鞋的重色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背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比这个鞋来的亮啊。但是我为了想让画面这个黑白灰呢有一个很好的画面的这种关系，我可以主观的把鞋颜色再处理稍微重一点点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这样的话呢，我会这个取得一个画面中很主动的一种黑白灰的购置关系啊。大家千万要记住，在考试也好啊，包括你看到这个街面上的那种广告也好啊，很重要的一点啊，能凸显出来很打动人的这个要素，还是这个黑白灰的对比颜色啊，还是黑白灰的对比颜色。所以你的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你的画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从及格的角度上来讲，啊，能不能及格，这个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黑白灰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黑的这个颜色层次啊，一定要做足啊。如果你的黑的层次不足，那你画面中实际上就缺少有分量的东西啊，那你的画面就压不住啊，你就没有这个什么呀，整个没有这种视觉那种分量感和冲击力了。当然，你这个黑的话呢，也不是一遍画到位的啊。也是通过我们的一层一层的这种调控啊，调控慢慢做出来的。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画素描啊也好，画色彩也好啊，就是画画的时候，你的胆子一定还是要大一些啊，你不要这个害怕啊，不要害怕老师说你啊，害怕同学说你啊，是吧？胆子很重要啊，你如果是放不开的话呢，你也很难有很大的提高啊，胆子要大。